我刚好这段时间也是在想要买那个按摩梳，就没想到古堡居然就有了，而且它这个是也是高回弹的，就是它的那个弹力里面有一个气垫，有一个气垫，然后去帮助你头皮跟那个头发，就头皮之间的那个放松。对，你看你去给人家做那个头皮 SPA 按摩，不是有一个课程比较贵的，它就是会先用这个梳子去帮你把整个头皮的那个松开，长流线型，然后很好拿，非常好拿。它的形状设计就是我们已经精挑细选过，这个握感很好的。对，它是榉木梳，榉木你知道就是用直接用木头做成的这个圆润齿梳，哦，好舒服哦，不卡头发，然后呢也不伤头皮。因为在看到它上面的这个啊，其实做的非常的好哎。而且我觉得它就跟玉一样，就是跟你的头皮油脂沾附之后有越来越滑顺的感觉，很舒服。对，我跟大家讲哦，就是我之前有去做过那种头皮的按摩啊，然后那个我们的整个头皮就是这一整张皮啊，就是包覆着我们的头壳上面，其实是很薄薄一层，然后你在按摩的时候其实就跟我们平常去做按摩那种筋膜放松一样，你其实可以轻轻的按在你的头皮上面，然后就是有点画圈，它真的不会卡，然后你发根直接站起来，啊，好猛哦，然后会让你的头皮恢复那种干净，就是空气感啦，我只能这么说，你变高颅顶了，对啊，很舒服吼。